欢迎收看《好声 Family》，我家最会唱，我们回来了。欢迎今天参加的 Family 们。今天上好声 Family 呢，最好的是可以帮我们记录我们的过程。可以看得到他这首歌是想要为 somebody 而唱的，歌声方面是很打动到我，真的很幸运我有一个女儿，谢谢妈咪，我爱你。一步一步的走下台的时候，他就像把盲了一个眼睛却很努力开车来吉隆坡看我。你不要管他三七二十一，你拿起那个麦克风，舞台就属于你的。好声 Family 第五季，7月7日起，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，八度空间原创最霸，我家最会唱播出。你也可以下载 TonTon App 收看。